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了解发疯文学吗？发疯文学吗？嗯，就是用一些极其极端、极其夸张的那个表达去解释跟对旁边的人说话，对吧？嗯，就是极端，那我想问一下，老师可以现场用发疯文学来安利一下，我的小尾巴第二季吗？等会儿，我，老师不用紧张，可以酝我酿。知道了，破防了，哎，真的破防了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，真的破防了。小尾巴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等这么久，为什么呢？我等了好久，等的我花都谢了。你这个定档的时间，为什么就让我就是睡也睡不着觉？我每天半夜都会被吓醒，都会被折磨醒。为什么？就你还就是你在乎吗？你不在乎，你在乎只是你自己，因为我等的太久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老师，这表演的太棒了。